小朋友，我是你妈妈的同事，我来接你放学的。我妈妈也不上班呀。啊，我刚刚口误了，我是你爸爸的同事。我爸爸多大了？月薪多少？身高多少呀？左边画个虫虫，右边画个。你还是员工，他今天上班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呀？不要对我凶凶，我的心会痛。哎，小朋友，你喜欢吃鸡腿吗？叔叔带你去买鸡腿。我妈妈说不让我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。我真不是坏人，快跟我去找你爸爸。我妈妈还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。那你怎么样才能跟我走啊？你爸爸都等着急了。你帮我把这个积木劈完。冷冷的冰雨在脸。你耍我，我还治不了你了，赶紧跟我走。你看那边。你擦擦唱日出，冲擦擦唱日落。看看那边。哈利波特七十三头飞。小朋友，我们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还不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呀？阿珍啊，爱上了阿强。你再不走，我就送你去管吃管住的地方。啊，叔叔还有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好好学习啊！好好学习，长大后不要做这样的人。